卯秀星讯息。蜕变，进入自我光体的下一个步骤。亲爱的人们，你们好。来自神圣太阳的变革之光正在进一步照亮你们的世界，创造出一种挖掘第三维度密度的延续，在幻象中建立一波又一波的进一步变形。这些光轴正在强化遍布你们星球的闹剧，同时对于你们中那些准备好接受的人来说，巨大的多维潜能空间被开放给你们。作为一个个体，这对你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，因为你见证着这些变化的发生，你也理解现在通过你自己的心在能量空间中出现的不可思议的潜力。这给你带来了一种赞赏，你是如何一直存在于宇宙神圣设计中，以及你的这个独特的印记是如何一直存在于你的心脏细胞中。这个印记正积极地在能量层面上从你的内部显现出来。事实上，有一个更高的振动脉冲正从你的心脏细胞内发出。这是你的觉醒的下一个阶段，它一直都是注定的，为的是使你能够重新调教，进入你的更高意识流的频率访问代码。所有的能量网格和涡旋正在开放到他们的全部多维潜能，就像一朵花将向太阳盛开花瓣。地球上你们世界的能量动力将经历进一步的转变，因为一系列神圣的光意识流在地球内重新浮现。这些纯净的能量流正从中央磁心向外扩张，脉动着穿过地球层面，然后进入宇宙，创造完成能量的神圣圆环。这些流动包含了你的心脏细胞所识别出的独特振动链接，并且对你当前注定的觉醒有所注意。这些纯净的流体频率被设计来重新定位你们的意识，回到你们神圣组成的自然状态。这些振动流打开了对你们来说是可通过的创造通道，再次开启与你们的起源家族重新连结和重聚的大门，并使你们重新调教到更高意识自我成为可能。这个自我能量是你一直以来是谁的自然延伸。有一个命运的时机，就像一个闹钟，被设定去启动这些大门的重新打开，使你能够穿过并恢复多维自我的永恒设置。随着你参与到振动的流动中，你的物质心脏细胞正开始沐浴在你自己的这个更高的流动意识中。这是你被自己独特的圣光流重新注入。你们每个人都被给予了自我实现的独立垫脚石，以允许下一步回归的完成。这是你的自然权力的其中一个面向，你拥有你的力量的所有方面。你有权在这个常驻的宇宙中建立自己在神权的宝座上的地位。命运之轮为那些积极选择超越幻象重新参与的人而转动。通过保持内心平静的简单步骤，你就能更清楚地觉察到在你之内的这些开口。这一次是关于重新连结、重聚以及关于接受的内在渴望。你已经是完整的，你的这一神圣面向是完整的，你的这一部分就在帷幕之外。通过选择与你的心之空间中存在的沉静链接，你返回到这个更高的觉知状态。在沉静之中，你会发现你更高意识的广阔空间，并在你高我的神圣流动线条中重新链接。你被要求重新调教到你内心所拥有的天赋，以便开始理解你在此时的个人目的。这种理解不涉及小我意识的思维过程，而是像波浪一样移动，并与圣心的渴望相连。在这个紧要关头，意识到你内心的愿望是至关重要的。这个愿望的本质是为了让你行动起来，
以确保实现你的目标。通过放弃旧的方式来确保你的目标的完整诞生过程，从而引导你完成在地球上的使命。记住，你一直都是预先注定要启动你自己的觉醒，要在你心脏的多维系统中激活你自己的时钟。这是你的自由意志的选择，去释放，然后让自己与真理保持一致，它一直存在于你的内心。现在是时候宣称拥有你巨大的潜力，去了解和澄清，自你的心之空间启动你自己，并将自己牢牢扎根在你改变了的意识的广袤之中。我们只能引导你进入这个重新校准。当你重新出现在你的振动流中，你就会变得像一只从茧中飞出来的蝴蝶。当你在宇宙意识中占据你完整的一席之地时，你展翅飞翔并重新加入到我们的交流中。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蜕变的时期。下文的实修过程将带你展开一个蜕变的过程，让你内在的神圣之流在你之内自我实现。请有意识地说，好的。表达你的意愿去展开这个旅程，从而进入自我光启的下一个步骤。实修方法。记住，你的心是一个多维的出入口，是你重新进入高我的自然延伸的载体。关注点很简单，请选择出现在你内心的沉静中，然后保持这样。重要的是不要急于重新与你的心相连。你的小我意识将永远无法理解这趟旅程的任何方面。将你的两只手掌放在你的胸上，将你的意识保持在你看、感觉或感受到手掌的物理压力的地方，或将你的意识放在你的双手连接你的胸部而带来的暖意。当你有意识的呼吸时，将你的意识保持在这个区域，并将呼出的气像一阵轻柔的风一样放入你看、感觉或感受到手掌停留的地方。在这个开口中再做一次有意识的呼吸，然后选择释放。把神圣的声音恩当放入到你看、感觉或感受到的空间里。你的声音创造了一个你的心脏细胞可以识别的独特频率。再一次的把你的声音恩当放在你看、感觉或感受到的心之空间里。在这个开口中做一次有意识的呼吸。将你的意识放在你的双掌上，轻轻的、慢慢的将你的手从你的胸部拿开，移到大约5厘米或2英寸远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一层帷幕正从你的心中被移除掉，看、感觉或感受这个开口。随着帷幕的卸下，允许你的觉知向这个出入口敞开，看、感觉或感受这个空间。把神圣的声音恩当放入到这个空间里，看、感觉或感受你的心之空间向你敞开。做一次有意识的呼吸，然后将气息释放到沉静之中。将你的手掌再次放回你的胸部，看、感觉或感受你的心之空间。通过把你的意识带到你感觉到与你的胸部有实质连接的地方，选择在这个空间当中释放。你每一次做这个流程的时候，都在创造回归内心沉浸的基石。你正在积极地选择去激活能量流，并重新连接到你的神圣部分。这是你与自我重聚的一个自然过程。改变正在你的生活中发生，
你选择承担责任，通过你的心打开通往你的神圣传承的大门，重获对你自己的掌握。你已经选择来到这里，并成为地球上人类的指路明灯。通过与你的大师身份的重新连结，你成为其他人的灯塔，为其他人找到回家之路而创造路径。记住，所有的掌握都存在于你浩瀚的心灵之中，你的心就是你的稳定所在，爱的震动是你的心之容器的本质，所有的真理都来自你的心，你的心是指引你回家的指南针。我们见证你回家的旅程，致以祝福。